会在里面嗨，然后待会我们会签名，大家就都聚在里面好了。晚上你们应该都会想签名吗？昨天因为真的唱太晚了，对，有些人就赶不上捷运这样，所以我们今天好像也没有唱得比较快，讲太多话了。对，最后一首歌《青春地图》。说着爱的道理，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？却感觉不到闪耀的青春不停地逝去，直到我们老去，阳光洒在冰冷的土地，满心失去呼吸的记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
唤醒失去呼吸的记忆，为什么要这样，我们才看得清晰，听见最后吹出的汽笛，要前往未知却依旧不放弃，要说声再见了，最后的青春风景，要说声再见了，最后的青春风景。谢谢大家。拜拜。